4月4日是陈乔恩的44岁生日，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照。照片中的他穿着一件黑色镂空爱心裙，气质优雅，少女感满满，一头长卷发，披肩简单干净，面容清秀。用镜头捕捉了自己在生日当天的开心时刻，向粉丝们展示了自己的美丽和自信。照片发布之后，许多粉丝在评论中留言祝贺陈乔恩生日快乐。随后陈乔恩更新了一段生日备忘录，感恩陪伴。陈乔恩就在昨天下午，许久没有露面的陈乔恩在社交平台发文，被他第一句话给惊讶到了。妈咪与三个傻孩子，点开图片看到原来他所说的三个傻孩子是他的三只狗狗，看到背景跟今天生日会的照片一样，他的狗狗也出席了生日会。陈乔恩的生日会请了许多陪伴他的粉丝们，跟他们就像朋友一样。陈乔恩在看到粉丝给他写的信还哭了，表示自己本来没想要哭的，但大家太让他感动了，很高兴能和粉丝们一起过生日。但是我真的想告诉你们，